来，让我们掌声请出下一位求职者。王雷，37岁，吉林通化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。三位企业家，两位老师，主持人好，我是跟服装有了16年的不解之缘，在来非你莫属呢，今天有点紧张，然后想求得一份与销售有关，然后或者是培训有关的一个职位，谢谢大家。欢迎你，王雷。你来就来呗，带什么东西？各位老板，谢谢啊。你客气啥呀？各位老板，那个喝没喝？哎呀，不是都给我的。哎呀，大伟老师，有您一份就够了嘛。就给我一份啊？这不就是那个乳酪干吗？是吧？可以干吃吗？可以干吃。哎，再给我发点，赶紧。现在可以发吗？发吧，来吧，来，赶紧的，赶紧的。怎么了吗？我觉得这孩子在家肯定特听老婆话。还有我们的老乡。行了，各位企业家。这个都是嘴里含着东西，真吃是吗？好家伙啊，肖音真估计有点饿了啊。